雪梨。这一集呢，我要来跟你们分享，就是雪梨很适合小孩子们的公园。原本照原定计划，这时候应该已经回到台湾了，可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，寒假就变得很长，所以我们就临时就决定说，大家再飞回来雪梨两个礼拜，就可以陪家人。基本上澳洲它就是一个非常亲子友善的城市，比如说住宅区、商业区都会设置很多儿童公园，然后他们的公园跟我们一般想象中公园不太一样，可能台湾就是比较塑胶溜滑梯，他们的公园我觉得都非常有创意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分享第一个，它叫做 Fairfield Adventure Park。 这边呢，我觉得可以玩一整天不是问题，主要它是免费的、公共的，所以嗨，这里好玩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带你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园有什么好玩的设施吧。你们看这个公园，它真的位于蛮郊区的，从市区开来大概要快一小时。最主要是它有这个超酷的溜滑梯，这是我目前来雪梨看过最大的溜滑梯，要来挑战超高，你可以爬吗？你去爬旁边的。我好想玩。好，我们先看姐姐玩一次。布丁加油 ，Go！它其实真的蛮可怕，它很高，重点是它没有楼梯可以爬上去，它只能爬那个绳索。我可以爬溜滑梯啊！对，我女儿刚刚就掏假包爬了溜滑梯上去，因为今天都没人，我们又包场。这个就是孩子们最爱的荡绳索。嗨！哇，这一区是另外一个，比较像是木头森林区，是有很多小朋友可以攀爬的东西，各式各样。姐姐加油，扶好哦。对，完成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给你们的公园，它叫做 Fairfield Adventure Park， 非常好玩，很适合就是各年龄层的小朋友看。有机会来雪梨的话，可以安排一天来这边哦。我现在在荡这个，你要对准你自己。等一下见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位于达林港，就是 Darling Harbour 旁边的公园。我们今天上午的行程是去达林港的那个水族馆，就是水族馆走路过来大概5分钟的一个公园，叫做 Darling Quarter， 它刚好位于市中心，所以如果你们有来 Darling Harbour 的话呢，就可以安排半天去逛水族馆动物园，然后半天来这边。重点是这边除了小朋友可以逛之外，它旁边有一排都是咖啡厅跟餐厅，所以你们就可以把小孩放在这边，然后大人可以在旁边喝咖啡，就是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距离，觉得非常棒。首先这一区呢，就是有很多荡秋千、溜滑梯，然后有这一个很大的小朋友爬的那个绳索，刚布丁跟小布有爬上去过，这一个我觉得也很刺激，刚刚布丁他们有玩。就是一个超大的荡秋千，然后它可以旋转。其实我不知道这边有玩水，所以我今天没有带备用的衣服来。这一区其实它蛮特别，它就是有各种的玩水的小机关，它会这样一路下去，然后有闸门，然后有水车。可以跟我介绍一下这里吗？这边。你觉得这里好玩吗？好好玩。你觉得最好玩是什么？跳桥。来啊，不是荡那个绳索。为什么你要把叶子放头上？期待我们下一个公园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又到了另外一个公园，这个是位于雪梨的奥运村 Olympic Park 附近的一个儿童公园，这边超大，是我们这几天去的公园里面最大的一个，然后我觉得它设计很好，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区是戏水区，给你们看看这边公园真的很酷哎！如果你们有来的话，可以早一天来这边，然后记得带野餐垫，可以买东西来这边野餐，我觉得非常不错。小朋友在这边玩一整天都没有问题，跟布丁一起去玩吧，这也是可以爬的，好多秋千哦，然后旁边有一个湖，很美耶，在湖边荡秋千呢。Q 下小布去荡秋千 ，Go！ 现在我在玩水之巅，挑战我姐姐。
水柱没有在开玩笑的，超强的，根本要把小孩冲走。喜欢玩水的小朋友要记得来这边，然后可能要记得带衣服来换。现在是野餐时间，看这边超多小遮阳亭，可以在这边野餐。看看两位，鼓鼓赏他们一人一只。你们在吃什么？阿姨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要分享给大家的雪梨的公园。你觉得哪一个最好玩？不知道哎。每一个都太好玩了吗？对呀。我自己是最喜欢 Darling Harbour 旁边那个，因为那个地点很好。然后呢，我们觉得雪梨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带小孩来玩的地方，小孩玩到都不想回家了呢，是不是？对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。拜拜。你不要逞强，试试看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Good， 给你一个赞。快一点啊！换你了，你自己说。我不要。自己说换你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